文文，干嘛？你有办法一次同时听两首歌吗？啊，我试试。帮我拿走。听一看，左哥。啊，这样怎么能听得出来啊？哦，你很逊呢。你信不信下面这么多人，就算三首歌放在一起，大家一定都听得出来。我不相信。你不相信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们来试试看看大家猜不猜得出来，好不好？好啊，那就跟大家来玩个游戏吧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哈，会有一段歌曲，里面会有三首歌，会不会太多？应该还好吧？还好 ，OK。那猜对的家族呢，请派一位大一的学弟妹上来回答，要抢答的方式哦。等一下歌听完数到三，先举手的那个家就可以上来回答题目。我答对了，会有精美的小礼物。好，今天放我们第一首歌，这是情歌，单首。
射手，好，不错不错。伤心的人别听慢歌。OK， 哎，恭喜佳佳佳学弟，谢谢。三首，我们猜卡通主题曲，卡通主题曲，对吗？好，那我们的小游戏就到这边咯。那就停了，停了，停了。